老板，账对不上了。什么账对不上了？那个食品和饮品吧。这块归谁管啊？新来那小姑娘吧。他管啊？干啥呢？这是开会呢。那个咱家出贼了啊！我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啊，跟我也没关系。怎么能跟你没关系呢？那食品账对不上都。老板，你说食品账啊？你看看我，你再看看他，你觉得谁更像一点？我看我啥意思？库房钥匙你给我的，我去取的。对呀、啊，你吃什么？我就吃两口啊。不是库房，等会儿，你都哎。我说你最近怎么胖了，跟你没关系呗，意思是。吃两口。这好了。吃东西还有理了，这账跟你没关系，罚他呗。老板，这事跟他没关系，但是网费的账也没对上吧？没对上，没对上。网费是什么账呢？老板，你不是说多拉回头客吗？然后之后那个你上次看到个美女来，啊、给她多充了50。那不是咱家特色吗？对呀、啊。嗯，确实，老板特色。啊啊、完了之后，我就效仿了你一下。我那个他们每回来的时候，我就也给多充了点。等会儿谁们？我回头客20来个呢。20来个？嗯。啊，那行。都小伙啊，都小伙帅小伙不是。那他们每天都来？每天都那行，那多充多少啊？1000。1000，那1000还好啊，20来个，一人才50，都挺好的。1000×20，一人1000。一人1000，你站起来来。你咋想的呀？啊，20来个回头客，都男的，不是都男的也就算了，充2万。那女的也不找我呀？那不找你。那我请问一下，这些男的每回来的都充多少钱啊？30。三送多少啊？你别说话，50。30送50。哎呀，老板，老板，我错了。